特别准备的一个礼物。哇！男女关系相当混乱的三个人，要欢迎的是陈泽耀、林心如、李李仁。他在片中的演出可以说是一道阳光的出现啊，当中呢跟这个跨性别者迷失安迪呢有激烈的床戏，敬请期待。也非常恭喜陈泽耀是刚刚求婚顺利的成功啊，即将这个成为人夫。这么想不开，我们要给他掌声鼓励。我们这一排已婚的都会跟你说，过来人都跟你说不要过来，你会一直要过来。对呀、啊，你要问我们呐、啊，都会跟你说不要。嗯，他为了戏瘦了13公斤，做了很多生理上面的牺牲，还有心理上面的沉淀，不断在家里偷穿老婆的衣服，偷抹老婆的化妆品。有一天他太入戏了，还偷了我的卫生棉。其实早就没有用啊，不是啊。除了监制得奖无数的电视剧，那么接下来也监制了电影。下一步林心如要去监制 NASA 的人造卫星的发射，继续创造自己的极限。3、2、1，预祝《迷失安迪》票房大卖，1月8号全台正式上映。右边，右边，这边有人听。谢谢你们给我这么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很棒的角色，然后谢谢你们在今天帮我庆生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想到。好，我直接把这个三个愿望，当然都送给我们的电影，希望我们 Miss Andy 票房长虹。耶、yeah, ！破亿破亿啊！右边右边，有听懂我的暗号吗？右边。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真的。心如特别准备的一个礼物。儿子会比我更开心，我代替我儿子谢谢心如阿姨，我儿子也是摩羯座的。你去哪里抢来的？太难买了，真的、哦。我就是问所有的朋友，对啊、然后、那个、哎呦，那个很难买，没关系，重点是买到了。